真是道貌岸然，支持风扇。五科的鲈鱼 CP， 房子又塌了吗？楼上的鲈鱼在恋综就毕业了。石宇不是这样的人，造谣的等着吧。你还好吗？鱼鱼告诉大家我没事。我相信你一定会过去的。谢谢你一直陪着我，不是网上说的那样的。算了，我们已经没可能了。石宇是为了保护我和校霸起了争执。谢谢你的帮忙。阐述事实而已，当初石宇离开你是因为家里出事，怕你受牵连。原来如此，他一定吃了很多苦吧。石宇，陆阳，家里出事为什么瞒着我？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？你都知道了。我陆阳很乐意被你牵连，以前是，现在也是。陆阳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好。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。鱼鱼，我恋爱了。拿了吧你。糟了，没想到陆大总裁就是我的后援会会长呢。石宇勇敢飞，与蝶永相随。快还给我。支持自己的老婆天经地义，不奖励一下？奖励这个吗？磕到真的了。听说陆阳是石宇公司老总。霸总追妻破镜重圆。下个电影有吻戏吗？好像有。怎么，陆大影帝要抢角色？我和抢个问题就行。